明儿，你是传人机，你去看一下小龙，他是不是得了啥子病了？好，稍等我一会儿。大龙，帮我按紧他。小龙，别动，你别动。 是寄生虫，这些寄生虫有强大的繁殖能力，一旦进入人体，可以瞬间产生上万颗虫卵。它们不仅可以支配人的大脑，还会使基因突变。啊！